咦？是我们制定的目标吗？就是我要冲向名校，于是我就把孩子带到那个山头，大冬天的，下大雪，然后我们就站成一排，对着那个大山头使劲的喊，我要考到名校。然后那个孩子就拼命在那喊，然后我就把外面，你们听到回声了吗？那个因为山谷里面它是回声是会回过来的，他们听到了，然后就给他讲这个就是回声，然后他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会考到名校的。说的这个就想到一个当时我们孩子去县来县城考试的一个小故事。当时我们连续下了一周的雨，就是我们那个桥被那个洪水淹没了，我们就没有车，因为从我们那个地方到县城有70公里，我们就只有走路。我们从早上4点多一直走一直走，就翻山，最后走到了1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终于走到了那个格武。我觉得山里的孩子这点就是他们特别的坚强，有时候还来扶我，就老师你要慢点，别摔了，小心点。那时候看孩子们这样一路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今天走到天黑，我都一定要走到县城，我要把这名给报了。然后到报了名过后，然后就心里面就觉得一块石头已经落下去了，我们所有孩子已经把名报到了，至少我有这个机会参加，我有资格考试了。第二天呢，那天晚上就让孩子去休息了一天，然后还是湿裤子湿衣服。说实话，我们家孩子也没带多的钱，当时其实让我们自教也没什么钱，就还是就这样就那样吧，明天再坚持一遍。我当时也湿的，就将就一天。第二天早上我们是8点多进入考场的，老师一直在外面等着。第三天早上管就成绩出来了，我之前我就给那个麻雀了，我就说麻烦你了，成绩出来就给我打一个，就给我截一个屏让我看一下。第二天考完试那天晚上我也是一直忐忑，没有睡着觉。结果第三天早上8点多那个主任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就是说你们大漠的孩子全部上了。他的那个